好啦，鱼仔卖卖好啦，来一千块来，几个要吃鱼仔？没有。一个要来哦、喔。到，吃鱼仔。来，今仔后恁大家拢欢喜者，一千块哦、喔，一分一千块哦、喔，来三只给你，两只哦，两只哦，你两卖卖单哦，来一千块，一个要。然后收这鱼仔安尼杀，真正我来。红沙一尾可要三百，来一千。红沙今麦做贵。来黄鱼来。红沙今麦做贵。黄鱼两条给你来。来这样一千块有没有吃鱼？还给不够几千块钱，不爱煮。其实现在已经七百了哦。就最红。如果以正常价格来讲，现在已经七百了哦。我把给你带两下包来都。一尾几下五啦？九百五了。来一千得啦，一尾啊做海鸡煲啦。来两百块啦，几少啊？一二零零。一千两百没掉啊？加一二零零。一千块就买不到了，这里。来一千块，有没有要吃鱼的？船查船哥旁边，哎罗，你给买你到手的罗鱼，搁两几尾哦？一三零零。来一千多，四只哦，这里有九只鱼喽，来个上。马波。这边烤起鸭先哎哈。这个算一只五十，一只五十，赶快哦！很老啊，这样算两百好了。这钱够没的，可能够了。来，谁要这一盘的？赶快。这也算一千五好了。一千块而已。好，班导，班导，我唔知话多。我今班导拢无买着，多用。啊，算一百好了，算一百好了。这班导两百块起跳啊！啊，算一百，一千六。一千块。我唔知你等啥，这钱可能想什么好蛋的啊？有什么好等的？我问你们一下好不好？这里一千块到底有什么好等的？你喜欢吃鱼的，为什么要等呢？为什么要等呢？这里。老两杯两盆啊啦，三个。我刚刚两杯海鸡尾啊，买五百的。我一杯没话的，一千块，你当黄鱼一杯十块呀？我一杯八百块呢。那个跟你们讲，永安渔港那边已经没有各种鱼拼盘了。永安渔港那边已经没有鱼拼盘了，现在很少在用鱼拼盘的。来，小跟阿包好啊，来，小跟阿多上麦来。小姐呢？老头子你也要哦？没办法耶，没办法耶。来，大哥来，不好意思，谢谢您。鱼如果送到日本去，都变鱼干了。阿卡哥，这我不是没料完啦。哦，变帅鱼哦，快快分享。好啦，拼拼好啦，来卡拉鸡腿堡存两包，一包三个，三百四包买三个就好。无啦，金拉鸡腿堡存两包两无啦，一包十片。Hello， 老师好，来个鱿鱼，好、哦、好。啊，师公有来无？哎，师公好，师公今仔较笑咧，礼拜呢？啊，来五杯鸡，老师母亲节快乐。母亲吗？我大哥我发红包啊，一包两万的，你想我来啊？他是阿美女啊，大美女。双老师吗？来没事吧，三八，鲜鱼拼盘，好了，今天宝没有了，一包两百，没有了，两包而已。